爹娘拿钱来！元宝，元宝，我加速！ 家伙送到衙门里去！遵命，龙大侠，太谢谢你了。哼，记住，这就是为非作歹的下场。嘿，龙大侠，好帅！给我叫个名吧，龙大侠。哎呦！ 原来是个梦啊！小贼，凡人小镇第一大侠在此，还不快速速就擒！少了匹宝马，总是英雄气短啊！ 我的马，你多管什么闲事啊？马是江湖侠士的好朋友，怎么能随便乱打？嘿，我今天就是打了，而且还要再打，你能拿我怎么样？哎，哎呀，没天理呀，当街打人啦！这马，我买了。嘿，小侠士真有眼光。 这匹可是绝对正宗的汗血宝马，130马力最大功率，0.01秒加速时间，最高时速每小时120千米，流线型设计更显野性魅力。哇，好马，多少钱？嗯，要10两啊？嗨，是100两。啊，100两？这可是纯种宝马，成功人士的必选坐骑。 可我只有这些。嗯，嘿，穷小子也敢来买马？走，别以为来了救星，没钱就是没星。住手！不许你打我的宝马！来人呐！当街抢马了！啊！你怎么了？ 是龙少侠，怎么办呢？你个小贼，昨天偷我钱，今天抢他马，明天肯定要杀人放火了。啊啊！哎呀，前两天我也在这被人偷了钱包，没准就是他呀。我也被偷过，教训他。啊！哎，哎，教训他！哎呀，你打谁呢？打他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龙少侠，你什么时候改行抢马了呀？谁抢马了？我那是在买马。啊，买马呀！ 我发现了一匹能和我同闯江湖的宝马，所以，阿皮、小秀，借我100两。100两？我们哪来那么多钱啊？
还是要我元宝出手啊！嘿嘿，猜猜，起猜猜。还让不让我做生意啦？这么好可怜呢。哼，岂有此理！竟敢这样虐待我的宝马！好啊，又是你。来的正好，跟我见官去。镇长是我爹，他最讨厌卖马的，因为他只坐轿子，从不骑马。就是。我们是来买马的。买马？你们买得起吗？我卖的可是宝马，好几百两银子呢。我们有钱，今天就可以把马牵回家。就这么点钱，你当我是乞丐呀？元宝，这是首付款，剩下的钱用分期付款的方法。分期付款。哎，元宝小贴士，所谓分期付款，简单的说，就是一种将一次性需要付的钱分多次付清，并且按期限长短额外加付利息的特殊付款方式。哦，他把马牵回去了，万一后面的钱不给我怎么办？嘿，我可不干。这马一天卖不掉，你就得倒贴一天的养马费，而用分期付款的方式还可以赚利息呢。不信你算算。真的，好，成交。这，陆小霞，你的马真棒。那当然。真不愧是元宝，用这么少的钱就帮陆小霞把马牵回家了。就是，元宝就是聪明。那当然，否则就算陆小霞饿死，也攒不够钱买这么好的马。元宝真厉害。为什么出风头的总是他？我还得付余款。小时候妈妈告诉我说，时间来自凡间，所以我每天梦里感觉。